呀，哦呀。你看靠拢了，这朋友那里拿了个对讲机，整天一早就才对讲了，这么 busy 啊？烧麦吃光光了，好吃吗？这个烧麦靠拢，吃点外面那个点心好吃还是家里这个好吃 ？I don't know。那你还吃这么多？你看早餐多丰盛啊，有包有蛋有水果，还有烧麦。好食吗？呢个烧麦味道啱唔啱啊？我中意呢个，我唔中意。你中意餐厅嘅烧麦？呢、这個鬼佬嘅燒賣，無啦啦有粒粟米喺度，嗯，個樣似燒賣，個味道爭啲係咪？看來你後面頭髮都飛起來了，瘋子，那拿自己早餐自己弄啊，嗯，自己愛吃什麼就弄什麼，對吧？嗯，我弄的早餐你還不喜歡 ？No。看一下这里有什么面包，还有三文鱼啊，还高级的很呢。两个月。你看卡老现在急得很啊，他跟那个对话的朋友，他说在那里等他，现在随时跟朋友对话。走啦，他每天放学都等这个朋友。我知道，他好像个书包没整好，就飞了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朋友干脆给个对话机给他，天天现在都可以随时对话了。这两个太搞笑了。哇，跑几回个不？他说他朋友在等他了。这么痴情的这两个小男生，各自。走各自的啊，天天他们两个好像有啲时候见到佢哋一齐走，好像不认识一样。翻嚟就肯定系咩啦？翻嚟就肯定系各走各啦，系嘛？嗯。哎呀，睡到天昏地暗了。他今天不用上课，明天也不用上课，后天也不用上课，都高中了，还天天都不用上课。十一点了，还睡得跟猪一样。你看下你间房，乱七八糟。No， 执下啦。听日唔使翻学啊？啊 ，because report cards are coming soon。Report card。想吃的了啊！这里，锅里面有包有蛋。我们家的琴叶榕又长了好多新叶子出来了，猛的一下，就上个星期就突然间又长了好多叶子。因为去年呢，大半年时间，它就再也没动过，所以前两个月我就给它干脆把顶给剪了。剪了之后呢，就前两个星期就飙出来了。你看，这个新的，这边也是新的，有舍才有得，必须给它剪了。我可以 go to a friend's house today 吗？有出去？啊。
There's nothing to do. 十年级了，整天看你学业也不是很紧张的样子。Because it's only grade ten. 我看人家grade ten就已经很忙啦，你这整天不是看手机就是玩电脑，电脑没 WiFi， 没得玩了是吧？我这有 WiFi。待不住吧哈，没电脑玩。吃一下这馄饨好不好吃？昨天。It's too hot。哦，那等一下。昨天娜娜在学校里买了这个笔。嗯哼。4块钱你也舍得买啊？哈。嗯哼 ，It's so beautiful. I can hit people. 他说钱都不够去朋友借的钱买这个东西。嗯。Get your hands off of my $4 pen. Look, I can hit people. 哇，很疼啊。Mm-hmm. So if a murderer comes to our school, I can just do this. Then. I do not know. 啲人踩一個單車嘅。佢話喺屋企冇嘢做，要去朋友屋企玩喎。Hello. 仲要玩嗰個公仔女啊？不好意思啊。今天晚上三菜一汤，打开那个汤看一下。哇塞 ！Ian's back。豆腐汤。Ian is back。Ian回来了。Ian 回来。才当天放的呀。啊。又去朋友家玩了是吧？玩什么了？啊？玩咩？最多人。啊？啊、好了，吃饭了。这个卤的牛肉，姐妹给的。还有凉拌的海带，一个青菜，还有一个味噌汤，小朋友喜欢喝的这个汤。我这是哪？我呀，我呀。胖子说这两天杨楠吃的吃腻了，这快吃吐了是吧？吃腻了，饭都吃不下了，有点饱。那就吃菜喝汤吧。好像有一点看见肉都不想吃的感觉。Same， 有阴影呢。I just gonna drink some soup。你看我今天做的菜都没人吃了。No， I will eat it just without rice。天天都是吃剩的菜，哎。帮我换舌苔对。Because today I'm super hungry. I could barely walk. Ew. 豆腐很烫。Hello. 去边个 ？OK， 啊，咩系？啊，嗰个 Richard， 嗯，咁边个 Richard？ 好啦，食饭啦，快啲食饭啦，肚饿嘅话，咁你去朋友屋企玩咩啊？嗯 ，just on computer。啊？几多个人啊 ？Like five six。Five six， 全部喺度玩佢嘅电脑啊 ？I just sit on a couch and talking。女仔定系男仔啊？嚇 ，all boys。